右侧的额头痛，哦，右侧的额头痛，哦，我又看到那个，右侧一个巨大的一个教堂啊，正在准备啊，正在准备啊，正在准备，正在准备啊，那个地方呢，正在准备啊，哎呀不，准备要去火箭场核物质啊，在去之前呢，他们正在准备。吊塔之类的啊，辅助设施的啊，正在准备当中，啊，辅助设施正在准备当中，辅助设施正在准备当中，辅助设施正在准备当中，知道了，正在准备，正在准备，然后呢，刚才又看到那个三峡大坝啊，那就在那边也在准备，那边也在准备，到时候基本上同时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，再见，再见。